要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佛门仪轨。明慧理事长，阿兰，仁超长老你好，阿兰，在座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首先第一个哈，我要请教一下我上个礼拜讲的，咱有寺庙，实在是咱有分支机构，法堂啦、讲堂啦等等，党头、九牛，那。这个上梁，你完工啊上梁，然后代表还有洒净的意思等等哈。那请问我上个礼拜的资料还有这样跑流程，各位理解吗？可以理解吗？我看起来点头只有五个，那我还要再加强是不是？还有不理解的吗？明慧理事长一共。盖当食物片，各位啊，食物来操作哈，我们只能讲一个单元，就是动土那样，然后上梁也跑不完。然后我后来跟明慧理事长就商量一下，就说我把概括性的六成七成介绍，然后食物片的东西，那就看各位有需要，我们再来请台南市佛教会为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课程安排。那这些课程是明慧理事长今年就跟我谈说，哎，咱来讲起来，好啊，真好啊，实务应用，咱实务上咱来用到。有足侪法师甲我讲，咱拢甲信徒做这个丧葬这个礼仪吼，来对我咱兜的师傅，咱的东家主持，咱的开山做，咱才袂晓做，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就突然间，我还进去扯下两个药，下两个药安尼吼。那这就是我们没有努力吼。那呢，周书歹的，在中国大陆，他留下非常多的仪轨，从我们生到死，这个生活的仪轨完全没有脱节掉。但是传来个歹完了，我们可能人雄猪的人嘛无够。我看干那大仙寺两续大众。技术摆起来安尼吼，其他大家可能就要努力向前走安尼吼。那这个渐渐在周处待定老来在仪轨吼，如果再个20年没有人用的话吼，那我们就对不起咱世世代代咱周处待定个咱老较好的物件。我请问一下，上次送给大家的这个。刺绣百状勤规，有看的人举手。一个哦，我回去要来掉眼泪啊！不是，我应该来佛座面头前点起，我努力不够哈、哦。各位，这个是佛光山，他已经把甲主持甲大众，咱有关系，这个元素来对哈。应该白话说，如果你要看他的原文，真的很辛苦。那很辛苦，但各位干爸讲，哇，过去人家厉害，可以把20句话哈，20字的话，用4细里的概括起来。啊，他那个白话唠叨等该水可听阿无。然后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叹为观止。然后千万各位，咱听学学的哈。你千万不能到哪一个场域去跟说啊，你们都做不对，人莫名什么人说不是这样，千万不能这样。就我只是说我的经验分享，是不是？我上个礼拜也讲，我只是经验分享。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些是文字档的东西，那实务你需要的话，我们下一次再来安排这些课程。那我今天又听到明慧理事长讲说，有人想要学写书文，OK 的，有不同的都要写书文哈。好，那我就不多说话哈。所以今天其实本来我们希望只讲一个单元，不过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个调整，就今天早上先把
开工六成，先介绍一下。第二个单元来讲，出家人啊，请你去做主持的时阵吼，那身坐跟进山怎么做？然后呢，最后再讲我们的那个告别式，赞颂告别式吼。那还是那句话，我今天讲的没有绝对的对，那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分享，可以吗？好，谢谢吼。那就请大家翻开你的那个资料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哈，今天您的那个资料里头是不是跟你讲佛门的仪轨誓愿落成跟佛像安坐篇有吗？好，这个我们早上的单元第一堂课先讲这样哈。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仪轨，佛教的仪轨，它的真正的意义，还有它的精神，还有它所使用的过程，就会忘失了你佛法要表法的精神存在。那如果失去了仪轨的这种意义的精神，那你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就没有办法把 佛法的那种慈悲智慧的功能表法出来。所以我们佛教在举行各种的这个典仪，它一定有它的表法，就是说它一定有它的代表性。今天可能我在做个别式，它代表性是要让我们告诉我们无常，那我们要赶快精勤用功。那今天我们来开工，我们可能要表法，哎，今天表法，今天这个地场方圆，这个道场方圆几百里，就可以让所有的一个信众有一个佛法的依归。所以每一个佛动它一定有它的表法，以代表佛法是什么。然后所以我们依据经典的性质，还有所依的义理，所依的义理是什么？你可能净土宗，你可能华严宗，你可能是唯识天台禅宗，那你还是你持戒的道场，你所依的义理，你所安排的这一个仪轨，就会有增减不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完全是在禅宗百丈禅师还有黄伯禅师的这一些清规里头里，我把它揭露出来，然后也结合现代的一个需求。那这个第三个，他要他的性质里头，可能还要把佛法的功能彰显出来。那最重要还在后面那一点，寺庙的这个宗派，我可能是朝洞宗诶，我刚讲华严宗、什么宗、净土宗等等，你会把你的宗派的元素也纳进来。那么寺庙的落成典礼，还有佛像开棺、安坐等等这些法节呢，会依寺院的道风，可能会非常多的繁琐，也可能会有增减。那如果你依照这一个《百丈清规》这一本，那各位哈、哦，这一本你现在网络上看到，他已经二十几个人，你数个这种李沙咋呗修编过了，他已经不是百丈长师原来那个真正的他的原味了。那这个东西啊，各位，那每个时代，哎，伊的进步光袂使安呢，那每个时代，我们的这个道场扩充到怎么样，所以你就会去修改，那或者是我们的僧伦、哦、堕落等等，所以他修改。所以你看的这一本，你也不要去跟人家讲说哎、欸，我们看那不是这样、哦、我们大概要把精神。所以各位我第一次、哦、下这么多的功夫，虽然说我出家到现在也一直是在学习、哦、怎么去做这些庆典仪式。那每次我现在庆典仪式性质不一样的话，我就问那个朱朗嘎，就是咱的洗一类属风，你们想怎么做？那可能要怎么做？我也做过一个戒律道场，那我也吓一跳，它可能跟我们仪轨不大一样。戒律道场的那个女众的戒律道场，它是要做告别式，那我就把常态性我在做的，我拿给他看，他说可以，就照你这样做，而且配合度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所以把它做的算专研了哈。那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说绝对对跟绝对错，我说大概有怎么样的，以崇宁是怎么做，那现在台湾可能
大家时间上是怎么做，那看哎，去做增减。然后呢，这些我今天就把寺院的一个佛像开光，那其实他真正是要佛像开光，那也讲啊，我做的比人家大，咱该去该开光，不是的，我们是要佛要把佛教的内涵哦特有的提升加持，提升加持。你看开光的壁啦哈，这款毛巾啦，像你看很多人都抢着要，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你知道那个功德主哇、哦、不得了，大家一恭送法师的一叮当都没来哪里桌上那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他觉得哇，没来做事业，我的家庭安怎，然后身体安怎，那我要有佛像开光的像不像特有的加持，而这个加持是提升的。那我们要有这些观念。好，那第一大点，我们来想要来讲那个寺院落成启用的流程跟法节。你敢问流程跟法节有什么不同？法节就是你在唱诵的那一部分而已，然后流程就是从开始到结束，那我们叫流程。好，那所以我们的流程里面有海会云集哈，然后翻腾。你看看哦，这是13年前哦，12年还是13年前，我们常住的一个落成哈。那你看看，很多人都年轻多了哈。看一下哈，这是日本人，还有那个美国、斯里兰卡哈。那你看看他那个大仙寺的朱启武少年哦，建议法师武少年哦，每个人都很年轻哈。好，那你看看他们手上有拿一本，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最好把它编成一个手册，然后所有人就不会问你说啊，看了被他处理，被他处理，被他处理。每一个来开光的人，他就有这本手册，那里面就是所有的仪轨。那因为我们要去请法师开光落成的时候，你看看很多人，那我们长老你都很年轻哈，黄安长老也很亲近法师，大家都很年轻哈。这个海会云集了哈，好。然后翻腾启用，我刚讲这一本呢，你可以先把外皮先印起来，可以请印刷厂。你这个外靠这个哈，这我写庙前寺，那我喜欢的这个所有的景观我都放在这里，然后时间地点，那这个外皮先做。那里面呢，因为我们要奶奶噶这个主法的和尚请法语，所以在请法语的过程就有一点 delay 形成。好，那这个出来以后我们才能编，所以这本是我们自己编。那我们编完了以后呢，就把所有的法语还有哪一位法师在哪里开光，那个他的德号都在里头，那你也不会跑错。来，那个翻腾再回去一下，那个再翻腾回去一下，那个海会云集再重跑海会云集。你们看出什么了吗？看到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你有看出什么样的文化吗？有看到吗？来，从第一个哈，来，从第一个哈，来，好，来，你看这里几个颜色，挂带，两个颜色，再来，三个颜色，四个颜色，好，绿色，粉红色，总共七个颜色，就是我这边列的，你来报道的法师啊。那这就告诉你开光哪一个地方哦。这个是那个16观音，那这个呢是四大天王，那这个呢是大殿的总主法的法师，那这个呢是剪彩，是剪彩，那这个是法眼殿，总共七个颜色。那这个是做什么？这是给义工认义工啊。很多人就说啊，秘书长你来服务台做公关的领导，我们都大部分都没领的。那各位，你有这一条你就认得了，你就知道我现在来去 听的时候，你就说啊，法师你要去二楼，你要去一楼，你要去头前，你要去后面。我们大仙寺重建落成的时候，它有三殿，剪彩我们用了三个颜色，然后有一个那个大护法
伊讲师傅，你敢那徛到我的位，这我的呢？结果迄个边仔的师傅讲，是你徛唔对，因为阮是紫色的，你看阮规排拢紫色的。然后你这个红色是准提殿哦，你是迄个祖师堂，然后三个颜色大家赞啊，你错了，他经过过去迄殿，这样的做法，第一，那个所有的来剪彩或是开光，他们很喜欢要纪念。第二个呢，你让那个服务台就知道，爱该传来的，爱该传去都要去。然后你这一区的义工，或者是你这一区的乐众，或者是你的引领，你就知道，哎，或者你不是搞这，你要去兜去兜一，这样清楚吗？所以我们第一个用的手册辅导，第二个用这个挂牌，这样清楚吗？全世界两个方式最好认，一个是数字，一个是颜色。哦，好，那接下来你看要剪彩，我们来看哈，剪彩的话。你必庆剪彩，你要落成的第一个哦，海会迎局来以后就是剪彩。那剪彩，你看看这么多人怎么站？你有看到下面的号码吗？你有看到这有号码，有看到吗？有看到吗？那他在报道的时候，你就会给他一张牌子，写说，请你移驾什么地方？譬如说大仙寺，它是准提殿，或者是祖师堂，或者是大雄宝殿，然后请你就几号就位。那这有什么好处？我们说，请大家那个到会场的时候，大家都站好啊，你都不应该说我在哪啦，你在哪啦，然后过来啦，去啦，都不用了，他都排好了。然后那个有一些长老啊，长老你的引导的侍者啊，我是徛的，是我去看好你是徛的位。然后这个什么好处？是一直在唱名的时候，大家都排好了，都排好了。那在大仙寺唯一要清场的就是太多人管理的几千规的，一千。然后我们那个场地一直要请他们，因为像我们今天生命电视台来帮忙，那大家怎么样？哎，就卡不到位。全部都是一堆人，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那个清场清场。那这个你看看呢，剪彩，哎，跑来我了哈，我，第一个是我的开山师父，这第二个是我的那个剃度师父，那这个是我还没有出家就看我长大的师父哈，都对我就疼惜，都九十几岁了哈。来，那个我们绑了一个气球。然后剪好的时候，它飞了，那就是真的是欢腾哈、哦！来看一下哈、哦，好，来好，那这是哦，有没有就飞了？这是大仙寺的，你看到吗？这一殿的挂牌都是黄色的，看到了吗？哈、哦，哎，你看人山人海哈，办清规地道，听讲因的道声拢爱去大殿还是关殿去拜拜哈，拜拜才知影讲爱办规地道，不然不知道怎么安排才好哈、哦。来。这个都是在那个大仙寺哈，然后我们看来哈，接下来剪彩好了就要来接四匾。那接四匾呢，来我们看一下，跑快一点哈，会有一句法语：妙印本虚，为自虚而能印。这个匾伊是虚的，咱佛祖金刚经讲的东西，什么东西空的？但是伊虽然这个匾是假空的，不过你看真实即无相假。乃假象而显真，今天这块事的变是要度众生啊，世世代代啊，出祖师或出修行人都可以。那这块变就代表咱这个佛祖的精神在这里要开展了。所以你看看这个接四匾哈，是我的两位开山住持，还有我们静心长老。那我们两位师父是一子，民国44年出家之后一子静心长老的哈，来啊拉下来了哈。接下来是起药，起药就是在大殿哦，在大殿，你看我的讲义写大殿或者是到各殿，如果你请的法师很多，那你就在各殿都去起药，那一般都设计在大殿。那如果你今天有地藏殿、有法堂、有这个五官堂、有讲堂等等，你都去可以去安排起药哈、哦。那起药的时候，那个法语也讲。这是大殿的吼，开启不二门，直入大雄殿，巍巍庄严像，豪光遍大千。然后另外一个是把寺庙加进去，
那这个是佛光普照哪里？妙全寺庄严法佛刹，要这个佛刹开，这个宝刹开始要演妙法，万民有庆，要转法轮的哈。然后十方的十哈，十方三宝法门开。那这个是现在都是这一种礼门的哈，所以我们也给恭请净心长老，那全部都要净空。那这个是大仙寺哈，那有的这个法语他会忘记，所以我们就帮他准备放在托盘上。那有些老人家他是背的，你看圆中长老、金长老他都不用，他已经做了 N 次的开光了，海内外都做，他们都背在脑瓜子里头哈。那有时候是很少做，然后突然间给你麦克风你就忘了，然后这时候是管音响的人，麦克风要音响的人拿，千万不能给居士拿，也不能给哪一个管仪轨的人拿，因为人叫了他跑了，哇，麦克风不见了，你就要要求那个做音响的人拿到麦克风在那边 stand by， 我的场都要这样。他说我拿我拿，结果那个义工不见了，又开始找不到麦克风。你看我们把那个钥匙哈，他们做了一个，因为就跟大仙寺都用 Hinoki 哦，值得去看。这个全世界给他去跟你唯一哦，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绝后？空前呐、啊？有没有绝后？我不晓得，但目前是绝后的。然后他拿了世界拿了很多的这个 Hinoki 哦，那所以这么棒的一个地方，我们用也许用那个酸有没有勾扎那个猛酸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准备了一个那个很漂亮。这个是泉州的会长，会长，我们当时帮他邀请海内外非常多的，因为法身会的关系，因为中国佛教会的关系，因为大仙寺沙巴归你是不是300多年，所以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哈，所以我们邀请的非常多。来这个起药了哈，刚接视频然后起药，起药。那你看到有不同人，就是不同店。那金英长老他很高兴，他说这个这大鸡条，伊讲哇啊，这爱歹状化轮啊，他老人家你很少看他老人家笑得这么灿烂哈，伊讲哇这歹状化轮这个这大鸡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光安坐了哈。开光的意义。很多人说啊，为什么爱开光？啊，佛祖不是拜拜了好啊？开光的意义哈，佛像的开光，咱一般人讲爱就是叫做开光点眼。然后开光，佛教的开光的法节内容哦，它依据这个汉系、藏系、南传他们的一个法脉传承不同的话，它开光的仪轨的流那种流转板也会不同，然后。依据《活说一切如来安葬三昧仪轨经》，它里面不多，只有大概四页的 A4 的四页而已哈。那那里面它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呢，这个开光除了佛、菩萨、护法、金刚等等佛法行以外，开光其他都不叫开光。其他就叫加持，念珠加持啦，大悲咒水加持啦，然后你要求什么黑暗呢？然后是叫加持，就不叫开光。防止启用也不叫开光，防止启用叫启用叫洒净。好，那汉藏传他们很重视佛像的开光，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仪轨。他开光前哦，他要装藏。装帐你知道吗？要把宝藏哦，放在他的身躯，头啊、手啊、四肢啊，吼，他的头，然后他要请一个非常有经验、有丰富经验的人来装帐。那么装帐的时候，要供用金银宝石、金银宝石、五彩线、五谷，我有五谷丰收的五谷。那不同的经典要放在不同的部位。譬如说放在头的啦，放在四肢的啦，放在他的身躯的啦，吼。那不同的佛像，它装的经典也不一样。这个在那个藏传哦，他们反而非常的讲究这个区块哈，所以跟大家分享哈。我只能大概观念讲哈，观念讲。然后在这个这一本《佛说一切》。如来
安向三昧仪轨经里面讲，如果你请佛像，你供养佛祖，啊，你要安佛祖，哎，你安向供养、庆赞，你就会得到如来的圣贤、如来这些佛祖啊、诸佛菩萨啊、两天佛啊降临，随喜成就你给他的功德。所以你看哦，在这一本仪轨经里面讲哦，如果你那是塑造供养佛祖，然后你又让他那个佛像很饱满，然后你又有做一个庆赞的仪轨，那这样就非常的得到圣贤者来给咱这个随喜功德。那又有造如这本那个仪轨哈，三昧仪轨经又讲，如果你照相哦，照相就是咱那个供养佛祖，咱去这个真佛祖的意思就是照相哈。然后你塑造佛像的时候，你需要让它具足圆满，再当好这个庆典哈，仪轨具足，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你真佛祖一定爱庄严，你有庄严，你再当去做这个庆典。如果你这个佛祖真起来时技术不怎么样，那众生他就不会怎么样，不会恭敬。所以为什么咱得讲万德庄严？那其实你看佛祖以万德庄严，他是三大阿僧子劫修来这个功德力。那万德庄严主人吼，咱得跪落去，我们跪下去就会去对佛菩萨去给做祈福祝祷，对不对？那所以他这边如来安向三昧仪轨经就说，你请佛祖，你要圆满，然后圣贤来给你随喜功德，然后你照这个佛像具足的圆满，你去做这个庆典的仪轨才能具足，才能得到什么大福报。所以因为这样，我找了很多经的说辞，我为各位整理十二个开工的意义。然后问说，啊，你开工是什么意思？那你就告诉他，我请佛祖开光，就是怎么样，请佛祖的智慧入这个像，就是说开光圣住。咱敢把这个佛祖吼要开光做这个仪式，然后是希望让这个佛像庄严。那佛像庄严，佛菩萨的一个像，它是一个化身。就是讲，咱个真地藏菩萨，你讲哦是地藏菩萨，我们给他装文殊，你说啊这是文殊菩萨。那这样佛像安住在哪里？安住爱噶佛祖的这个圣光安圣住，圣贤的力量安住在这里。那第二个呢，开光的意义应该就是借由开光，要开启我们自己的智慧。咱因为开光，咱在。想要来做一副教导，然后咱再去查资料。啊，地藏菩萨的愿力是啥？那药师佛如来的愿力是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悲力是什么？所以第二个应该是开启智慧，第三个是向大众昭示佛法。你说法会的时候，我们台湾或者是现在有一点多，就是致辞的人太多，而没有讲说我给他开工的意义，而且我开工的这个佛像的艺术下，如果咱师父来给居士引导互相安坐，我们也要讲一点佛法，十五分钟都可以把精神讲出来。如果给他的开工安坐是这十二点，你也可以跳着讲。那昭示佛法，好，然后第四个是希望佛法永住，第五个是提升加持。如果今天有人供养佛像，那佛法就有人去做转法轮的工作，然后越多越好。桃园有一家寺庙，大概20年前，他要在当地民政局申请，还有那个这个什么营建科去申请。伊讲阿叔，恁的寺庙遐济啊，你搁起要创啥？哎，这些师傅甲应讲安怎？我告诉恁的 MTV、KTV 遐济，你三高无 MTV、KTV 遐济，我这是咧帮助恁政府迄、那个。法律吼、哦，卖来判刑呢，哦，然后那个承办人就哦，所以这个佛法永住，然后提升加持。今天我们讲说，我咱来家，哦，咱是净土宗诶，咱来拜的那个密密密勒那个阿弥陀佛，那我们的一个
移民要去旅行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在西方净土。那接下来是要不忘佛恩，这都对我们开光的时候要提醒我们自己。哎呀，咱今仔日请佛祖来，给咱大殿，给咱地藏殿。那我们有没有做到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我们有没有提醒自己？那有像那个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慈悲吗？那第七，刚刚一再强调的，希望光明开启。我们自己业障爱消毒，再当人讲啦，业消吼，听则听有，啊无咱吼智慧不开，所以光明开启，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今天开工，希望我可以跟佛陀的智慧，还有这个来电就对了，让他一百瓦跟210可以差吗？变起来，所以不相应。那我们现在开启光明，是希望可以相应，会当跟咱今仔日供养的这尊佛祖会当相应。所以开启光明是希望表相应。然后第八个要得大福报，第九个要习斋，习斋增益增什么？那就要精进啊。咱讲啊，我来求这个新歌病痛，然后药师经，那你就是要去跟去念药师咒啊，你破病。看病都看不好，啊，咱今来做资产，哎，该完是给，该给该给该完给，那这些都是精进。然后第十个，信乐倍增，哇，你一次一次有感应，一次一次觉得活菩萨来加持，信心就出来了。第十一个，除一切垢，当你在修持的时候，看到经典，你就会自己怎么样警惕说啊。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而我们在诵戒的时候说：“哇，糟了，我已经身口意跑掉了，应该救等来。”好，第十二个，体证万法。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初地、二地、三地、出果、阿罗汉等等这些菩萨的一个阶位，一直在，这就是要我们体证万法。咱今仔日去参加这，咱可能看多了，你会觉得都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体证万法？然后。外界吼，老师傅都跟我讲，我跟你讲吼，人阿咧六成的鱼啊，一定爱来去吃。这里吼，照顾在拄到一间私人，发心来起食，啊来迄个拜这个鱼啊。哦，我听进去了，老人家就是怎么样，希望我们可以信心大增。好，第二个吼，佛教在佛像开光的目的吼，佛说一切如来。安向三昧仪轨经里面讲，如是供养仪轨以周备。你如果把供养都做得有周备，我们刚开始有让大家听那个虔诚献香花那个咒，然后那个唱得非常的轻快，这就是现代的度众生的方法哈。然后如果你供养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你才可以来为佛像开光，然后才能去做。点眼开工点眼，那又在四师五十颂里面，他也讲到，你要将开光要称为圣住，这个意思是要请活菩萨安住在你的这一个化身的像，你这尊地藏王菩萨、阿弥陀佛还是观世音菩萨？那所以，我因为这样，我把佛像开光可能希望做到的目的有九个。当然还有更多，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哈，驱邪，有人是用那个茶，有人是用什么铜去用铜，你知道那个铜哈、铜啊，你要买到真正的生铜，而不是回收过来的铜，你要用活菩萨，你一定要问厂商是不是生铜，那他会跟你讲生铜很贵，生铜它的那个百分比有多少。那你说不要不要，我就要生铜，我不要你又回收过来回收过来，所以这中间是有很多因缘过程，所以你这个佛像如果是去查，那就要哈、开光的话，就要去做一个文书，去文书哈、去开光我要请这袋茶，然后我要来供养什么菩萨，所以它有驱邪、洗秽这个垃圾。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洒净的意思。第三，观佛，你已经把它观想说，这个茶，这个党，就是我的药师如来，我的这个弥勒菩萨。然后
第四个荧佛，你很高兴要把它请回来，请回来。第五个供养，第六个希望开光的时候的目的是要得到真正的加持，而不是几滴茶。你知道那个塑像的那种大陆塑像造像的，他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佛，他当作一个物品，商务的物品在卖。我到他们工厂，我说啊，你们放这么低，他就到处角落很低，因为他们要作业，他出胚什么？我说哇，你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做驱邪、洗秽、观佛、迎佛、供，然后祈福、正信、启用。我的那个大殿的弥勒菩萨从缅甸请，我的文殊普贤都从大陆请，还有那个所有的佛像我从大陆请。那他们塑造好了以后呢，要这会鬼尊啊，当海喜尊，我们出家众还有在家众，我们就去到工厂，然后准备华阳顶德各家哈这些东西，满满的在工厂供养，然后请他们停工。那供养好了，仪式做好了，说我要请你回来啊，就是怎么迎佛，迎佛这样哈祈福，那才让我们正信。说伊不是什么神，伊就是一个佛的化身，然后才能真正请回来，是要启用，让我们去精进用功的。那所以我们在请专柜要回来的时候，我们买的非常多的这些，我们请当地人帮我们去买整箱整箱的水果，都好便宜，然后就跟那些港郎结缘。所以这个菩萨在迎佛的时候已经跟外界已经结缘到了。好，第三个佛像开光的仪轨，第一个应该说是净坛，你净坛结界，然后洒净。上一个礼拜有告诉各位很清楚，对不对？哦，你的资料应该还在哈，你可以去回想一下，然后以后跟信徒讲，这个洒净是什么意思？还是后来的一个初学者，我们都可以这样告诉他。然后呢，这佛像哈，一般都会有这个布幔。黄色的啦，红色的啦，这些布幔哈，那个有做洒净哈，洒净，然后这个布幔哈，这个本觉长老哈，当时这五大师为我们常住大雄宝殿来开光。那接幔哈，我们看一下接幔，然后接幔的时候有这个句：望得庄严相哈，法性清净身，瞻览应一切，普利济众生，妙全是。宝刹放光明，好，就是佛像，我们说开启光明的，所以这个的做法是把寺庙装放下来，我佛像，然后这个放光明的。好，那开光，开什么光？我们希望能开大悲光、清净光、无量光，不断的光。然后大悲光是希望拔众生的一个疾苦，清净光是要灭众生的污垢烦恼。无量光是要希望我这尊菩萨是在这里大转法轮，无量无边无碍，然后不断观是希望大家来学佛以后可以树发菩提心，得大解脱。好，那我们来看安相三昧经里面哈，他现香花图灯石都有一个真言，他们密教在安，他要献花，他就念一个咒，然后念花就念一个咒，然后要供那个灯也念一个咒，那个供菜也念一个咒。然后今天哦，我大概请圣的部分哦，各位你就参考，在请圣的部分，我们看你大概是供养什么菩萨，不是这些都要列。那你看看在这部分，我们这里有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然后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药师如来等，好，那也有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观音菩萨、韦陀菩萨，还有伽蓝等等。那这一些我都有咒，你们的资料有咒吗？有，不是有法语吗？有吗？有，那这个都可以转换，都可以改变转换哈，你可以想要怎么去做都可以哈。然后还有四大天王等等，那因为资料有点多哈，那这个我就不解释，因为它是法语，你就可以参阅就好哈。
那在开光的时候，在密教哈，他们是观想，观想如来他的真实诸相都是圆满的，所以他会观想安玛尼巴利哄的安，观想放在头顶上安，然后哄啊嗡啊哄，嗡啊哄，阿弥陀佛那个阿就放在口中观想，然后哄就放在心上。这换句话说，在开光的时候，密教他就把安观想在头顶，这尊佛的头顶，然后阿就放在口，哄就放在心，就是身口意都是三个种子，清净无染的。哦，那这是很不错的那个。然后接下来这个哪一殿哈？如果你当下是每一殿都要开光，像妙泉是七个地方，那在开光的时候，就是譬如说这是四大天王，那你刚刚看到有那个外国法师，我就请外国法师，因为我有参加国际会议，那这些朋友都一二十年，那因为四大天王他代表什么？东南西北，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国际海内外可以大家都是相应的一个佛法能量，所以我们在四大天王就请这四个国家的，然后请他们会有个总的来讲一句，比如现在我们来开大殿，然后大殿就一个他讲，大殿那五尊他就讲，有哪一尊哪一尊他就讲一句，然后剩下的在每一殿啊，就比如说这一殿是三个人五个人，那就一个人来讲，一个人来代表讲，然后呢这个回过来才请恭请总主法开光说法。那他会说的一段我写略，是每个人他会因缘去写，他会说今天是什么时候，然后在什么地方，由谁来请这个佛像，然后希望这个寺庙怎么样，哦，就是大转法轮啊，然后那个梵刹放光明等等，然后这个的话我就没有列了，那资料有点多。那总主法他会率全堂的法师来拿请持净金，干净的金，哦，请持净金，哦，那他拿毛巾的时候他会讲这句，哦，第四页来，那个第四页不是在总开上华语，我就不解释了，你们参考就好了。那会因这个法师他会自己去写不同的那个法语，哦，然后，哦，我跟各位报告，大仙寺啊，他们重建的时候一千多桌，你看多少人，然后他们跟我讲，秘书长你来这个服务台，哦，负责任人有很多人，你可能海内外台湾你都认识，哦，我说好，结果第二次筹备会，第三次居然，哦，所有的工具啊，所有的连法语啊都要我写，哇，比温刀那种行话够够天门的哟。那因为我们家落成的话是什么？法语是别人家写的，是不是？哦，不过也谢谢大仙寺让我有这个机会，那我就机会哈。哦，这里你看，这是日本哈，哦，我做到这样哦。那每一个人他有一组洒净的杯，然后有香炉，有檀香粉末，他要自己去上，他不用。因为每一店人多，省时间不用去。然后这个位置是谁的？那他就有，这是日本人哈，然后他念的法语就在前面，我也帮他写了哈。他是开那个观世音菩萨的，然后请总主法开光说法哈，他开光说法了，他就率全部每一店每一堂，他拿那个净巾干净的毛巾哈，他讲妙相庄严不。好，这个不念的哈。这个拿毛巾的意思是表示啊，这样擦要把心地的那个尘垢擦掉，哦，擦掉，而不是开光去搞这边去，不是，是我们众生想说啊，我们今天也要像菩萨这样子哈，我们应该把无明垢擦掉了，哦，然后显现本来的清净身，然后拿那个笔的时候哈，拿那个是执那个净巾，然后这是拿笔。开顶光，哦，开顶光拿笔哦，是他首先开顶光，这个是代表我们顶上有妙用。各位，我们所有全身的这些肢体
器官它要动都要靠脑来指挥，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这个开顶光哦，是希望顶相可以妙用，产生妙用出来。还有眉光哦，是希望慎静妙明哦。然后眼光是希望圆照法界。然后耳光是妙用十方，耳光可以让你在十方里都可以去妙用，就是说没有障碍了哈。然后鼻光是听你闻到的哈，都是所有的芥香，所有的那个很好的珠香哈。然后舌产生妙法，我们嘴巴哈，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过去的福报，让我们来投胎的时候所有的配件都具足。我们也没有耳聋，也没有眼瞎，也没有哑巴。那所以嘴巴呢，是开舌光，是希望我们嘴巴出来都是善产妙法。虽然舌根是在演说妙啊，但是重要，它要表现出来的是善产妙法。声光啊，是分声成刹。你看哦，一个人哦，只能做这个，要再做别人就有点压力很大。那所以你看看，我们希望我们在面对一切众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分身成刹。然后后面他就念开，那个这三个动作完了以后，他就念开了异光哦，普恰群机。然后拿那个镜子，说镜子是要照什么？原来佛光心光，佛的光跟我们的光要光光复照，然后才能大家才能普入到大光明藏里头来。这个地方是怎么样？从前面到这里，脏的东西已经是除了，然后你要清净，你的清净法身要显现出来。那这个地方哦，又有一个站叫做啊，那个维挪要念那个开光站，开光咒，开光咒哈、哦。那开光咒有的念三遍，有的念七遍，不一定，就看时间。然后有的也没念也可以哦。那有的呢，他会加活宝赞，他觉得恭请活菩萨过来的，我们要唱一个活宝赞来赞叹也可以哦。那回向呢，回向之前有人也会做三皈依，那有的安排他也会加这个吉祥颂，吉祥颂就把所有的三河大地到你的道场都加了吉祥兽进来。那最后就是那个开光结束了，圆满功德回向。然后接下来就会有请大家给你致辞哈，致欢迎词。那这个欢迎词就是住持本身今天怠慢各位了，让各界来哈，一大早出门，然后人多哈，然后说带那个接待一定是不周的哈。然后接下来是让贵宾致辞，那个长官啊，上级教会的、啊、教会贵宾各界，因为可能你的因缘，还有地方的，还有那种慈善单位、学校等等，然后再来是各界送的礼物哦。那送的礼物就有的是唱名，有的就一一送哈、哦。然后佛前大供哈、哦，然后感恩忏悔圆满。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3月27日星期三，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清明祭祖表孝道，超度祖先归净土，三昧法水洗尘垢，累世冤业皆消除。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3月28日星期四，三十系念超度法会，三十系念归劝净土，弥陀愿海等慈众生。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3月29日星期五，佛学讲座及瑜伽咽口法会，三密相应加持力，上供诸佛并下施，佛法难闻经已闻，祈愿回向生净土。上午9点半佛学讲座，从咽口看学佛理路，主讲人广护法师。下午2点瑜伽咽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法会备有贡品礼盒及白米，欢迎提早登记。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诚征义工，共同发心来培福。一、香积义工；二、法会布置机动义工；三、值班义工、半日班；四、大殿清洁义工；五、环境清洁义工；六、冲茶组招待义工；七、电脑行政人员。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洽询电话0958-963-288，0958-963-288，0492315-999，0492315-999。南投分会，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三国曹魏时期，河南一户朱姓品牌人家，诞生了一名婴儿，取名为朱世行。10几岁即在洛阳白马寺出家。这个时期，佛教因驱逐了佛法僧，而有了更广泛的传播。但当时出家人只是剃发染衣，已是与俗人有别，并没有受戒之说。西元250年，天竺僧人昙和迦罗从印度来到洛阳，带来了佛教的戒律。在白马寺设立戒坛，白马寺举行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传戒法会。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集体受戒，但唯有朱世行登坛受戒之事被记载下来，因此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汉族僧人。夹地夹地哈拉夹地哈拉索夹地波吉苏阿卡。妈妈很有
다 신요간지잘벗어껴진한야하라미다지쇼겐고가이쿠도이사이쿠야쿠샤리시시키후이쿠쿠후이시키시키속제쿠쿠속제시키주소교시키약분요제샤리시제쇼호쿠소후쇼후메츠후쿠후조후조후겐제코쿠주무시키무주성요시키無限界乃是無意識界無無明約無無明時乃是無羅時約無羅時時くじゅめすとむちやくむとくいむしょとこぼだいさったえはんやはらみたこしんむけげむけげこむくふおんり一切天都無所苦境内涵三世諸仏에한야하라미타코토크아노타라삼멱삼보다이에코치한야하라미타絶大人衆絶大妙衆絶無常衆絶無頭の衆の上一切苦心地不可仮説般若세슈왓츠